现在是星期一晚上6:40，太阳超大的，感觉超级温暖。前几天都在下雨，难得看到自己的影子，觉得很兴奋，所以来录一下影子。晚上6:40的天空，超级的蓝，拜拜，喵喵。发现我刚才出门走了5610步，刚还提了2袋的东西，这是我今天早上去买的食物的价钱表。目前是没有什么涨价，价格好像又回稳了，共花了21.74磅。然后刚才去火车站拿的免费的报纸，然后现在来和大家分享我今天买了什么。买到这个很久100多天没有吃的橘子，然后很幸运的是买到正在打折的，所以只有1.05。7月7号到期，但其实橘子品质还是很好，所以可以多放几天。
然后我还买了这个厕所的清洁厕所的剂，这两一瓶是75 ml， 也还好。然后这个是苹果，有机的苹果，以前是4颗一袋，还是6颗一袋？我忘，好像是6颗一袋，现在是8颗一袋。看一下这有机苹果的价钱是8颗2.3磅，所以我刚才买了2袋的有机苹果，8颗2.3磅应该还好。然后我还买了 kiwi 的话，我买了2袋，因为它刚才在超市做折扣，如果你买2袋的 kiwi 的话，一袋是1磅，2袋的话是1.5磅，所以就少了50 ml。然后又买了这个很久没有吃的软的 cheese， 然后看一下这个柠檬，来自南非的 South Africa 的柠檬，柠檬的价钱是4个1.75。然后再来是香蕉，香蕉是称重，我付的价钱1公斤1磅，所以这边是1.13，有2、4、6条香蕉。买了2盒的柠檬，然后再看看袋子里我选的什么，选的豆腐，这个豆腐是。豆腐这一盒目前卖的是的豆腐，英国制的，给素食者吃的豆腐。那还买了卫生棉，他们自己出的95 ml 10片，还有买了这个棉花棒，因为觉得耳朵需要清理一下，好像有东西塞住我的耳朵。谢谢朋友送我的抗病毒湿巾，然后我自己买的，这是抗细菌的，所以我回到家之后就会用这个把包装擦一擦，确保细菌，确保病毒，就是让家里保持得更干净，减少受到感染的机会。然后我现在要去把衣服换掉，洗澡洗头，然后再来开始与大家分享这部影片。谢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看的主题，关于英国的生活 Life in the UK， 或是关于生活在英国的点点滴滴，或是艺术的创作过程，有兴趣的人可以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或是留言给我，您的留言和订阅和喜欢按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 Stay well, stay safe, see you next time, bye bye。 开始洗衣服。